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柔。有最美香妃之称的李沁因蚂蚁腰登热搜，取材自微博世界观 news， 据李沁因演出宫廷剧《如懿传》爆红，她饰演的韩香见充满异域风情的舞姿与神秘感，把霍建华饰演的乾隆皇迷得团团转，一见钟情将她带回宫里成了香妃。李沁因为此角受到广大关注，被公认是最美香妃。而李沁不止脸蛋吸睛，近日更以李沁的腰关键字登上微博热搜，被指是不科学的蚂蚁腰，超完美的魔鬼身材再度引来关注。李沁在《如懿传》中饰演后宫最美的女人，戏外她的绝美外貌也让观众们赞叹真是盛世美颜，还在去年知名论坛虎扑举行的第五届女神大赛票选中过关斩将，击败周慧敏、李嘉欣、林志玲、朱茵等女星。近日李沁为宣传《爱上特种兵》，跟男主角房景瑜一起上综艺节目《快乐大本营》宣传，在玩水上游戏时他疑似被男主持何炅以面部压胸，由于场面混乱，李沁只能以手掩胸挣扎逃避。有最美香妃之称的李沁因蚂蚁腰登热搜，取材自微博，编辑张一佳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